14:00，你要不要在彰化山行车库拍摄？是彰化山行车库，然后这有最知名的 CK124中下包的号。开点蒸汽火车，然后跟蓝色阿鲁蓝 R40 彩电筒，然后一些彩电筒，是吧？好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、多多点我们的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这是最知名的善勋车库，也就是彰化车站的载点。来，各位观看，喜欢尽量推荐，好吧？这是台铁仅存的善行车库，尽量不吧？就是只存放车头的车库量，尽量推荐。